还是要一点一点往里移，也没房区了，出也出不到哪儿去了。车是一定要开的，但开车的这个目标就大了，知道吧？我不想开车了。我这就磕在那儿了，完了，怎么办嘞？狙倒了一个，右边把左边狙倒了。我擦，这有慢有一个人，看到没？那个地方后边石头。不过这个草很多。好，机密敌人，我们位置非常差。别眨眼，别呼吸。这边他们俩人队啊，来个天命拳吧！不要让我再跑了，我操！唉。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了，兄弟们？老粉丝把那两个字给我打在公屏上面。远点，两个打起来了。还有四名敌人，还得打。OK，不是一打四就好了。一二三，几个人啊？一二三四，一打四了！我操！闭上眼啊！完了，知道我在这儿，他妈挂逼这个人，兄弟们！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
一打四变成一打三了啊！就我俩就只能有一个得先死先吃毒，应该他先吃毒。哼，谁他妈先吃毒啊？打不了药。跟他沟通呢，搁那。谁先吃毒？他俩肯定是你先吃的呀！投降吧，投降。他先吃，看到没 ？OK。我拿大喷子，这件完成单人自拍竞技模式，绝了绝了！一威是逐个击破完成十五杀事件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了，兄弟们？我们是冠军，小六走一波呀！观众发他们送十个奖品啊，然后大家想买号卖号了啊，兄弟们可以加一下屏幕上面的微信。传网最高价收号，然后想买个皮肤号，像我这种绿头的，加屏幕上面微信就可以买到了啊。然后现在任何人，你哪怕你不买东西，不照顾生意，加微信之后回复福利两个字即可免费领取福利啊，皮肤啊或者是加速器啊都给兄弟们免费送。加屏幕上面微信回复福利即可领取，我们是冠军。亏也，实在是有点亏，操！我真他妈服了。
那人就他会玩，就他有钱，就他活着。泰哥又来了。泰哥是百分之百能拿的空投的，这个图最好追了。加油，这把一定可以。都在这边呢，就挑这边干他。这三个都在这边，这边没人，大堂没人，大房子没人。很好。这把绝对不使。你就看着就完了。看那个小傻样儿，我操，这他妈不一对呀，是什么意思？妈耶，两队人呢这。他了，完了，他没求生欲望了，附近没人了，连个求生欲都没有。哎，他有车。走了，兄弟们，直接冲往空投补给站，完美前期。我要拿 MP3， 我要拿美酷，我要拿 AUG， 只要是一把空投枪，我都喜欢了。
狗现在可以玩了，兄弟们 ，MG 三现在老猛了。我要它。车划走了。哦 ，AWM， 啤酒零点不着啊。三根针嘞，那个枪，哦，这把很有点穷，说实话。给一把枪，肯定是990啊！玩 MT 三玩的就是它990的测速，高测速模式相当于一个全自动妹控呢，75发的全自动妹控，你想想，猛不猛？说了的真干净。那必须的呗，哇，真肥呀，这地上这么老多装备。收点基础配件，藏在哪儿呢？哦，咱们去杀人啊！去这边找人杀，这边我们来，从这边来的。去爬拉车吧，那爬拉车有点远，这边看看。哎，我操！这一波没少死他们。哈哈，就这呀。你们三个用脚玩的呀，
我他妈的时光停止弹吗？啊？这时光停止的震爆弹？时光停止弹？这一个牌给个哥们儿白掉线了是吧？这先完成一穿式，直接一个白干掉线儿了，这电脑配置也太不行了。来找我优化一下吧，哥们儿，加屏幕下边微信，帮你提高游戏帧数，提高稳定性，好吧？你这个优化太不好了，这明显就是优化问题。你找我优化一下，给你优化一下稳定性。你这一个白他妈干掉线了，能行吗？不行啊！我操！我按他手里捏了个瓶子，我操！老搞笑了。这四个人头拿得舒服呀，看有人说脏话，对面那个人听到了吗？不是你们听不听到，我听到了，反正他说什么玩意儿了，什么妈了，什么玩意儿的，说脏话，没素质。但他骂的不是我，他骂的是他队友。哦，他又来了，这边人打架，我大车呢？我是有大车的是吧？我靠！怎么去不着啊？OK， 直接咱们冲往中心点，去这儿。他妈真敢追是吧？
我操，还真敢追是吧？真狠呢，两位小伙儿，<笑>不杀了你俩，我就别想走，是不是？ 还有一个跑的，我操！这人铁做的呀，一枪大狙，两枪步枪不使。 OK， 把他补了，快过，准的一批。 过点就死啊！来，再过点你试一试。哦，算你命大哎！但我绝对会把他俩干了，绝对会干他俩得了。
这玩意儿12杀，这两个人绝对举报我。他俩，你知道他俩什么感觉吗？他俩那边的视角感觉就像一个挂在追着他们打，你知道吗？这两个人特别的惨。 还有11亿的任务，目前戴恩斯白金，我是12杀了啊，非常完美的前期，完美中期。 睡着了。哦，大狙没子弹了，没子弹了，知道吧？嘿 ，WM， 这是我丢的好兄弟，刚进直播间吧。 还有8米的人来，哦，不是天命了，兄弟们，不是天命就有点难了啊！正在饮料，开始进攻了。 他扔在右边来了，右边没人了，往前压，车就不开了。这应该是那个98K 这个人。
1.3，别打眼，别呼吸，我两个远点烟，骗他们，让他们以为我在圈外。 3, 2, 1， 标志右边。这届大家单人四排竞技模式二十杀吃鸡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的兄弟们？我们是冠军，穿肠论煞，可以呼吸了，兄弟们。笑料走一波，传导欢呼起来好吗？带给兄弟们是。 全网最高的单人四排啊，6遍。刚才我看有人弹幕问了啊，兄弟们说，有不玩的吃鸡账号怎么办？兄弟，你可以加上屏幕下边的微信啊，屏幕上边的微信，可以帮你免费估价。然后的话，觉得合适的话，就把号卖给我，我们这边全网最高价收号。然后呢，想买皮肤号的加微信之后看朋友圈，有几十种的皮肤号任你选择。现在任何人啊，任何人只要看主播直播的，给兄弟们发福利。 加屏幕上面微信，回复福利两个字啊，免费的领取一个，加速器或者是游戏里边皮肤啊，随机给兄弟们送，反正给兄弟们送福利啊，免费的兄弟们，我们是冠军。 世界赌场走起！晋级巨人班拉人太快了。 拿枪是吧？
撤。过来啥呀？过不来了他。哎呀！来斗鱼搜索，来斗鱼搜索橙子，教你单词，兄弟。哦，搜索你啊！你个小渣渣！就你这走位，直接一雷给你闷了，还跟我说我渣。这人单是排的，排得过他。想学一 v 系，还得来找我。没有 DB， 哎，我好像对，好像有一个人有 DBS 啊，对哦，有一个人有 DBS， 我听到枪声了，对，把那个 DBS 给他找着，太对了，这观众得老细心了，不说我都忘了，但是他搞哪儿呢？搞这儿呢，这，咱们这边很多跑车的啊，神装了。
太坏了！今天我不弄死你，我今天。 操我！操我！蹲车是吧？<笑>你说你惹我干嘛嘞？嗯？要我走了不就完了吗？是不是？我都走了，你非得打我，让我回来弄你，那不就弄你来了吗？落地巴塔，完美前期。 这条航线直接冲一点。 对着这个五三可以的，马棚，整个三级套，这把是真完美。我操！你还看我啊？你还看我是吧？ 看啥呢？我在，对吧？我在等一个瞄你的位置，你呢？啊！我操，大狙！来，你一枪把我爆头。OK， 怕不了你就完了。大狙嘿，兄弟们，三一套来了。
一喷一句。你看我这边拉点，他不知道。有这边白到他了，白到他我换了个点，看到没？这就是细节。跟三人那个大狙一队的吧，应该把他给补了的。这接完了吃啥？没甲了，我要用他的甲，知道吧？带大还带大仓，我附近都是车，我操，这么老多，乱七八糟的，怎么这么多车呀？一打完我就在那个仓库里面，他下去他要开车走，我也要开车走，我要顺底边一会儿。马鹏找个甲可以的，这有好甲。甲的遍地都细，知道吧？山顶还有人，这个是看山顶的 SKS 九八 K。
OK， 换了个地方，兄弟们。还有四线面地呢，这个圈我们打过，最后应该就是这种防区加水的圈。主播，我有不玩的游戏账号怎么办呀？兄弟，你可以加一下咱们屏幕上边的微信啊，咱们这边传网最高价收号啊。你要是想把自己账号换钱，可以来免费估价。 觉得合适的话就直接卖给我。你想买号的话，对吧？你就直接看朋友圈几十种号啊，然后呢，任你选择各种双马尾、绿头啥的，是吧？都有。然后的话，你不买号的话啥也不干，加微信也有福利啊，回复福利两个字免费领取一个加注器或者是皮肤啊，兄弟们，可以加屏幕上面微信这位水友啊。 主播在游戏的切断的话，就很少回复大家的问题了，啊。总之一句话，你加微信就对了。刚才我看到100个弹幕，100多个弹幕都在问呢，都在问。 还有43迷弟的，目前已经单人4发，就你不是10杀了啊？没有赛道，看看这赛道我们能不能追哈。主播，你的电脑帧数太低怎么办？也是加咱们屏幕下边的微信啊，屏幕上边微信，回复提高帧数就可以了啊，他会告诉你一个价格的。欠条，我操，空投砸脸啊！ 绝活来了，一喷一狙啊！打倒了补不了啊，咱们先不打。能补了咱们再打。有脱腮帮吗？ 还打不了他，这就有4个人的，哎呀，感觉好勇猛啊！怎么人家发现我了？完了，4个人就是牛逼啊，看起来就是有牌面。 服人了，还有8名敌人，他们就4个人，4、1、2。
多少个了？四加一，现在就剩七个人了。他们四个还有三个人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俩，差不多了。这个人数分布我基本已经 OK 知道了啊。左边的面前这个是个转移了，都在边边打架呢，四周打架呢。这后边怎么还跟 M24人数，有点算不过来了。找一个他妈这么多烟，对宝啊！不用跑多，兄弟们，非常舒服。时间突然变得好安静，这边一个，这边仨，别急啊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仨，是我目前收集到的信息。那么还有一个圈就到了我们的梅花庄了啊。我觉得我可以爬顶上去，我这个位置其实下个圈就不好了，下个圈我就要跑了。
有人往左边拉，哎呀，没化妆在这儿，我怎么进圈呢？我操，爬这个小坡，那小坡是圈吗？哎，面前小坡是圈。一直在打倒，补不了。缩圈了，没有尿了，兄弟们都喝完了。小靠老趴输。没化妆鸡蛋，还有五枚地震。嗯，他妈，他们好像是四个人耶，兄弟们。毒死了！大家家里边夫人被毒死了，兄弟们！直接完成决赛圈混烟1v4，拿下本场的冠军。我们是怎么玩了？我们是燕王，以后就叫我燕王吧。我们是冠军，这不混烟牛不牛逼？4-1的局，混烟挨个喷，可以吧？幺六走一波，关注发送数十个奖品啊！
兄弟们，大家想免费估价的啊，想把自己的账号换钱的啊，加屏幕上面微信，传网最高价收号，然后想买号的看朋友圈就可以了。任何人加屏幕上面微信，回复福利，免费领取一个福利啊！我们是燕王，帅呀！歌主角单一威士啊！说呀，这把是艾德格，兄弟们，艾德格再见，喧嚣中你。如果这个 S 层有人跳的话，我们跳这儿也行。有人跳这儿，我们也跳这儿吧。落地杀，数字一匹。小山队看到没，这比别墅爽多了。而且这房子少，杀的也快。这不直接穿树叶把它给穿了，牛不牛逼？还抢了他个人头，爽不爽啊？出界，这边还有三队呢，现在咱们慢慢杀啊，一点一点推。
这把路得全靠我这物资了，算了，物资还是别要了，物资是垃圾，兄弟们，从来不认识什么物资，只认识我的 DPS 哥哥。我最讨厌别人就穿这个。 这波反杀俩人，牛不牛逼？换个位置，上来之后他就扑空了。看着啊，换个位置，这个人直接傻了。我靠，没分着，直接拿下，意味是横尸遍野。帅不帅这一波？ 一丝血了，我就知道他们这个人绝对会爆点，这个人差一枪，你们赶紧冲他。这个时候我打药是一定会死的，我必须要瞄着门口，来一个极限反应，一定要比他打得快。因为他们知道我残血这个信息，他们绝对会着急，是吧？他们就肯定会急。那只要我喷的准一点，其实我还是跟满血一样的，丝毫不慌，临危不乱啊！落地完之后，意味切，帅呀！ 帅炸了，兄弟们！多地三队应该没了啊。DBS 来的太好了啊，来的太那啥了，这波要是物资的话，绝对是不行的，知道吧？物资不行，一定要 DBS 的。 这边有刷车点啊，咱们找车走了，拿城里边那个刷车点吧。
走。 祝电出网，祝兄弟兄弟们进圈的时候，兄弟们可以加屏幕上面微信啊，回复福利，任何人免费领取福利一份啊！我操！我的巴沙来了，兄弟们，你说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。 找我，你真是找死啊！你说你活着不好吗？是不是？哦，给我送 Barry 的是吧？我靠，还拦我的车嘞！怎么还剩了一个呢？ 还有20四美地人，我们已经巴杀了，非常完美的连接啊！人数也是非常的舒服的，节奏感非常棒，最完美的状态了。直接黄点，冲啦！ 这不是那个卡车库房，我操！这是那个迷宫楼房，也行吧？记错地儿了。 不过冲过来时候没人就是好房啊！
OK，这波我看看啊，这个圈这也不错，这边一会儿也可以过去，很好。一会儿的话，我们这个防具这么大，一定会来人扎的，先把他们嘎了啊，嘎了。 绝对会有人来。橙子玩 FPP 吗 ？FPP 不玩。FPP 的话，那些人怎么说呢？都能秒人，不太好玩，知道吧？很难1v4啊，那玩意儿。为什么这么帅？嘿嘿嘿嘿，确实帅。FPP 可以玩，也可以一穿式，但是呢。 没有什么观看体验，打法也会非常猥琐，没有什么视角盛宴，大家知道吧？哒哒。 玩 APP 的人也少，主要是人也少，基本一经常玩的都是那种老油条了，难杀的很，都个个贼精，你知道吧？新手是不会玩的，都贼精。木楼先给你喂一波投掷物。 没啥意思，哪像我们 TPP 干了，直接被秒，哈哈，是不是？还有苏西米的，来刷圈啦！第4圈他来了，看一下，这个圈给谁的？好的，很明显不是给我，但是我可以不走，移一下，反正我这儿也没来人。不过第一人称确实挺能练技术的，如果你是个新手。 你玩第一人称，然后你再去打第三人称，你说不定会很厉害，会有技术的提升，就去肉点，知道吧？去肉点，你就可以把敌人的这个，啊，就是你可以打敌人的提前枪啊。当你会打敌人的提前枪了，说明你的听的脚步的话也是非常的精。 对吧？精细了。还不来人吗？来了。 下一圈得扎点了，这个圈挺玩人的，挺玩我的，因为我没有狙，这种圈拿狙还能打一打，这个我近战的，他如果近点不来人的话，是一点，对吧？一点。
进攻的这个机会都没有，只能就是说硬扎了。人家房企本身有人，我开车直接撞，只有这一种办法了，非常危险。往下圈，哪个房区在圈，我就扎哪儿。好，就标点这个，标点就是单独的这个，我能看到。哦，我空投嘿，可以把这空投顺路捡一下，会不会捡中球啊？好，没人打我，这边也没人，看起来就把车暂时停这儿吧，这能保车。我靠，这三套拿的奇妙啊！现在海景房没人，这海景房因为有人的话早干过了，他没人，很好呀，这位置中心点呀，兄弟们，这一把又要急了啊！都来干我吧，来吧，尽情的，不要因为我是朵娇花就怜惜我，快干我，来多点人好吧，就不怕别人冲我的房子了，尤其这里边还有浴缸啊，浴缸房怕谁呀？哎，我们刚才标点我们来的地方有个人，嘿，看到没，280方向，我们刚才来的地方有一个神奇，来车啦！来车第一时间要必须要给他打跑，吓他，不能让他贴着过来，贴过来就完了。上面有人了，搁点这儿。OK， 现在只有这两，我面前这个厕所跟我是安全区了，大房子都没有了，嘿嘿嘿嘿，这就有点舒服了啊，属于天命圈啊。没了，就这三个，原来还有一个，我操，这么猛啊！我寻思，我操，这是谁的部下？这么勇猛？我就知道要被冲，因为我这个位置中心点绝对会被车干的，但是呢你干不过来的，好吧，直接完成一穿四。你可以干，但你干不过来的。
三个人一起冲啊，啥用呢？即使敌众我寡，末将也能万军从中取敌人首级。兄弟们，一传四，好吧，一点都不慌。还有四名敌人，兄弟们，别眨眼，别呼吸，还有四名小敌人，看主播怎么杀掉他们啊！这人在试探我，他们对我也有想法，但我就是同心圆，咋的啦？中心点儿在西，好吧，我还是中心点儿，我这位置就是牛逼啊。OK， 好吧，没事，但是我这位置也很好，不是同心圆更好，可以把屁股清干净，然后往上推了啊，很好。这个人就是想搞我，知道吧？他在试探呢，他一直搁那试探我，挑战我的底线。这老登，再看我这里边有几个人，但我就不扫他，我就让他以为我这个地方啊很熊，很好惹。他慢慢的放松警惕，他就完蛋了。这雷跑不过去，有一个树杈挡着。人数的话，应该是一二一，三十几个大炮。哦，二打二，剩四个人，二打二，三上两个。好的，车后一个，三上一个，兄弟们没了。一打二吧，这两个人小位子你还别说，还挺难搞的。哎呀，别眨眼别呼吸啊，看主播如何处理这种局面。直接来一个五雷轰顶，
这不要补他，让他报位置，知道吧？这几个雷扔的真不错啊！乱杀，直接拿下，单人四排，进阶模式，真五杀，自己居然说一v二，直接四颗手榴弹将他带走，这一个人必死无疑，我们是什么玩儿了，兄弟们？我们是冠军，帅呀！ 刚才有人问说，主播有不玩的 C 账号怎么办？想买一个游戏账号怎么办？兄弟，回答一下你的问题。你加屏幕上面微信，我们这边全网最高价售号，你有不玩的账号可以拿来换钱啊。然后呢，想买游戏账号的，加屏幕上面微信之后看朋友圈，有非常多的皮肤账号任你选择，这么绿头啊，各种绝版皮肤啊。然后你现在任何人加微信回复福利两个字儿。 感谢脸颊的办卡，带来一把豪宅。 DBS 在手。
还有亮队，兄弟们。主要是二楼有人，妈的，不好直接上他。二楼有人不打他俩，我知道在水池里面，不敢出去。我操，他扶人我都不敢出去。二楼居然不打他俩哈。倒霉蛋，还是遇到我了，宝贝儿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应该是个妹妹，这应该是个妹妹。阿爸今天必懂。我操！你这个老爷们儿，你穿这么粉干啥呢？嗯？他们一律都是粉粉的哈、哦。二楼那个没事，那应该是个喷子。来妹妹更喜欢了，Hello 兄弟，呜呼，
Hello， 兄弟，呜呼，兄弟啥呀？就这呀？你还有我兄弟呢？我可没这么菜的兄弟啊！这剑拿下，落地七杀，豪宅七杀，兄弟们，拿下豪宅！咋样？这一波落地非常完美啊，完美衔接，兄弟们。应该是没了。其实那两个如果没他在上面保护啊，早就死了。他也不打下面两个，我也不敢直接出去。不知道有车来我这儿啥意思？这车的人还挺多，俩人。他的红点没拿是吗？那个人旁边有红点啊。这有一个。我那 AK 声音这么尖锐，没有吧？这两个人找我，简直就是找死啊！妈七杀的豪宅霸主还敢？这应该是他另一个队友，他们一队萨马丁的啊，我这么样理解。两个，你看这边俩，这边俩。好，足以勾引他们过来了。